双手剑练到瓶颈处，不妨用这套单手运剑来寻找以身带剑的感觉吧。剑法的核心在身而非在手，两手好似提线木偶，动作全靠脊柱大龙，身沉气定则可感受后脚蹬力。转剑表面看手腕，实则腰胯带，剑道、脚道、手道、眼道，配合气道、意道，合称六道。六道皆有剑法入门。